环保概念从点滴扎根，中国大陆浙江省杭州市呢日前就举办了第6届的佛事展，大爱感恩科技公司呢是在展场中来推广环保概念更重于商品行销，有不少的民众呢在参观了之后也把握机会来参加附近晋江社区每个月第2个星期日的环保行动。科技运用于生活带来便利，若当中还发扬环保爱地球的精神，则是人们智慧与慈悲的结合。在浙江杭州举办的第6届佛事展，大爱感恩科技公司有别于其他单位推广项目，是将佛法落实生活中。当民众了解这些纺织品来自宝特瓶回收再制，有人便就近参与了晋江社区的环保日活动，除了体会资源循环的可能，也从大量的废弃物中省思减少物欲的必要。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王静修、林雅、李庆健浙江报道。